有一种人每天徜徉在大自然中，白天忙着访菇、赏鸟带队，夜晚忙着关心、寻虫、分享心得。他们有着一对好奇的眼睛，一双不歇息的脚，更有着一颗乐于分享的心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生态解说员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 小狗狗，你确定这里可以看得到鸟吗？应该有吧，这里是大自然呢，那么多的树，应该有很多只鸟。嗯，可是书上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可是现在已经大中午了耶，鸟会不会跑回去休息啦？会吗？嗯，大头，那边有一只鸟。哦，在哪里？ 啊！香蕉哥哥，哎呦，鸟都飞走了啦，都是你害的啦！我的赏鸟作业怎么办啊？哼！对不起啦，还不是你一直在那边弄我。不然我们找人来帮忙好了啦。啊，可以找谁呀？哼！哎，我想到一群人呢，走，我带你去找他们。 大头，这里是台湾大学附设山地实验农场，又叫梅峰农场，位于南投县的仁爱乡，自然资源丰富，又有一群可爱专业的生态解说员，来找他们准没错。哇，香蕉哥哥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哇，连空气都特别清新哎。两位好，欢迎光临。 台湾大学附设山地实验农场营队组目前共有解说员9位，他们负责各种生态体验营队的解说工作，期望能带领学员接触大自然、认识大自然，进而爱护大自然。除了解说工作之外，解说员们也要负责农场内各主题园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哦。哇！ 原来要当一位生态解说员，最重要的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持续不断的热情。有了这2个条件，才能把丰富的自然生态介绍给小朋友哦。卢妈妈，我要做赏鸟的作业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当然可以呀。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生态体验营？啊、我们解说员会带你去赏鸟哦。耶， 好耶，好耶。那卢妈妈。 我跟大头，我们2个可不可以当你们的实习解说员？我想啊，这样我们2个一定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哦。嗯，都可以。不过解说员要认识很多很多的东西哦，很多东西，天文、地理、赏鸟。卢妈妈说，想要当一位生态解说员，各种鸟类、树木的知识一定要有哦。所以我跟香蕉哥哥第1个上课的场所就是图书馆。 是在台湾，除了绿竹花之外，第二小的。鹤环乳牛肝菌生于松林或松阔叶林混合，还有夏秋季常见。香蕉哥哥来看呢，这明明就是香菇啊，怎么会跟乳牛有关系呢？香蕉哥哥。 哥哥怎么睡着了？哎呦，怎么办啊？树都掉了。大头，哎呦，要当生态解说员，不是只有看书而已哦。我们做野外观察也很重要哦。那刚好我们要去做现场的观察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快点收东西哦。这里的解说员每个人都有兴趣跟专长。这位属龙大哥，人称“咕咕王子”是也，他的专长就是菌类。 也就是俗称的菇。雨鞋、帽子、山鸡、放大镜、菇类图鉴。属龙大哥，为什么我跟大头要穿戴这些东西啊？其实我们这些东西啊，可以方便我们更容易观察到菇哦。比如说雨鞋，可以避免我们在潮湿的地方滑倒啊。那这个图鉴呢，可以方便我们观察说，初步鉴定说哪一种菇类。 那放大镜呢，可以看到菇类一些细微特征，可以比较专业的鉴定说，这是哪一种菇类哦。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！走吧，那我们出发喽！嘿，走。香蕉哥哥他们找到过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不过看来当解说员啊，也要很有体力才行哎。香蕉，大头，赶快来哦，这边有菇喽！啊，有菇了，走吧。在哪里呀？在这里呀。我看到了，这个菇好可爱哦。 对呀，这边可以看到两种哦，一种是个圆圆的，像不像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铜锣烧？有哎，这个很像那个铜锣烧哎。对啊，它其实是一种灵芝，哎，它名字叫南方灵芝。灵芝。对，灵芝。那这个灵芝就跟我们平时那个很有药性的灵芝一样，可是它如果长在山上呢，长在很大棵树上面哦，它就长得像一个板凳一样。嗯。所以它有个别名叫做猴板凳。猴板凳，你是说猴子的猴吗？没错，猴子就会坐在上面哦。这是猴子的小椅子。哎，对，猴板凳。 哇，爽大哥，你来看啊，快点！哪里？我看一下哦。你看这个菇，哇，是我发现的哦。嗯，这个你常常吃哦。对呀，火锅加煮火锅的时候好像有这个哎。没错，这个叫做鲍鱼菇。这就是鲍鱼菇哦。对呀，吃起来像鲍鱼一样 QQ 的。QQ 的。对，鲍鱼菇它的刚长这样子，这大概在2、3天就可以采收来吃了。那这一种就是可以吃的喽。 香蕉哥哥在森林里面找菇，好好玩哦！我都想留在这里，不想走了哎。大头，你忘了我们是来当实习解说员的吗？经过图书馆特训跟实地勘察之后，魔鬼一般的试炼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啊！Yeah! 哎，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啊！香蕉哥哥们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对呀，香蕉哥哥你怎么啦？那你们是要去哪里做什么啊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就一起帮多肉植物室打扫吧。好、哦，那我们也一起去啊！走走走。走。这是玉婷负责的区域是多肉植物室，也就是仙人掌的房间。原来解说员除了解说之外，还有各个负责的主题区域。 趁着今天阳光充足，大家决定帮这间玻璃花室好好的洗个澡。每年10月份左右是梅峰台大山地农场的蜜苹果季，农场特别开放大家亲自来采果。你们看，小朋友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都采得不亦乐乎哎！看看成果，哇，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的耶！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哇，薛姐姐，这里的星星好亮哦，比我们台北的亮很多哎。对啊，那是因为你们的都市里面的灯太亮了，所以星星都看不清楚了。我知道。 那种灯很多的地方啊，就叫做光害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那我已经调好了，我们的单筒望远镜里面有卯秀星团哦，7仙女，你们赶快看一下。哇，好多星星哦，好清楚哦，好多。可是这样在天空上，它们到底在哪里啊？在那边啊，你们看一下。哎，哇，你这是什么笔？怎么可以指那么远啊？这就是光笔。光笔。对，你们看一下。 这是薛姐姐，她的兴趣是观察星空。只要你来到这里，不管是南极星、北极星、金星、木星、土星，都可以问她哦。哎，香蕉哥哥，有一颗星星一直在动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快来看啊！怎么可能啊？真的？会是飞碟？啊！如果是飞碟，那我们就出名嘞。 那我们就可以上电视了，耶！可以上电视了，有飞碟，3星的飞碟，我们就可以上电视了。大佬，你是不是想出名想疯了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，那是一架飞机。小朋友，不是我们不让你们看星星，实在是摄影机拍不出来。但是相信我，天上真的是满满的星星，数都数不清呢。芭乐姐姐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这么晚了，又没有人啊！你想干嘛？我们要观察一下我们梅峰晚上的精灵哦。晚上有精灵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晚上的其中一种精灵，这叫蛾类。蛾也算是精灵哦。对、啊、看起来都丑丑的，也怎么会是精灵？其实它也有很漂亮的哦，它是晚上的蝴蝶。嗯，这个蛾的触须好特别哦！你看蝴蝶须须是这样往上的卷卷，它是往两边，然后上面有毛哎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台湾如果是棍棒状的哈，那都是蝴蝶；那其他不同样式的触角呢，就都是蛾类。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就会点这个水银灯，好来吸引这个蛾类停在这个布幕上给我们做观察。哦，哎，真的哎，仔细一看，在这布上面啊。 麻辣姐姐每天晚上都会点上穹灯观察蛾类，拍照、写笔记。到目前为止，她已经记录了40多种的蛾喽。所以大头，蝴蝶是蝴蝶，蛾是蛾，这样你懂了吧？嗯，懂是懂啊。可是我觉得蝴蝶跟蛾比起来，蝴蝶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漂亮哎。嗯。大头香蕉，我们明天早上6点半要赏鸟哦。 好，不要迟到喽，拜拜。6点半。白耳，哎，是在这上面。对，在这上面。它的声音可以穿过雾哦。一定要哒哒哒哒哒哒声音，那个就是那个皮斑雕的。哎。 有鸟叫声哎，这是什么鸟啊？白耳齐眉。白耳齐眉。嗯，它的叫声是哔哔哔。对啊，很像在吹口哨。你看，都是这种哔哔哔。那现在应该是在后面那边，有没有一棵圆圆的？那里有一棵圆圆的植物，有看到顶端树顶？有没有看到？每一棵都圆圆的哎。那个树上有点像树上，鸟都要飞走了。 哇，往下飞了。还没看到，总是趁我这样的时候它就飞了。唉，麻辣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都看不到那个鸟在哪里耶，而且我也都搞不清楚哪一只鸟的叫声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这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哦。 这个是什么手机哦？这个是鸟鸣器。鸟鸣器，它上面有各种鸟的声音哦。真的吗？啊，你看，好，你可以按这个看看。我看。这个是冠羽凤梅的声音。这样你就知道。对耶。好，再让你猜猜看哦。好。还想知道我要按哪一个？好，这叫山红头。真的哎。头红红的哦。 哎，这个很像那个铁门的遥控器，哔哔。可是它里面真的有好多鸟的声音哎。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鸟的声音哦。哔哔哔哔哔。哎，这是我们刚开始一来的时候那一只鸟了。对啊，你很厉害。哔哔哔哔。白耳齐眉。哦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慢慢的久了，我就认识鸟的声音，就可以寻找它们踪影。对啊。3只，4只，5只，6只，哇！ 好高中哇 ！Oh my god！ 5色鸟树，哇，好夸张！你们赶快看，好多只，好夸张，好高哦 ！My god！ 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对啊，今天是什么？哦，5色鸟树，哇塞，太夸张了啦！哇，好多只哦！哎，真的有很多只哎，这次连我都看到了哎。 对啊，哇，超多！这是什么鸟啊？这个叫5色鸟。5色鸟，真的，它身上有5种颜色的，在脸部的这里很多颜色。而且我刚刚有拍到好多只哦。哎，真的哎，所以在一棵树上同时出现那么多只5色鸟是很特别的事。没错，在梅峰很少会看到一次出现这么多只，通常都只有看到一只哦，非常的幸运哦，超级幸运的哎。那赶快再来看一下。 你们有看到吗？哇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可以看到这么多5色鸟，这可是梅峰难得一见的景象哦。大头，你睡过头了没跟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好了啦，香蕉哥哥，你不要再说了啦，没有跟到我也很懊恼哎。哎，们的员工餐厅好特别哦，墙上画了好多好漂亮的图画哎。这个画很厉害哎，画得很漂亮，不知道是谁画的哎。对啊，画得比你好哎。没有，才差一点点。嗯，画得不错。你哪位啊？是我画的啊。是你画的？怎么可能？哇，这是你画的。 是，你怎么会想要在餐厅这样的地方墙壁这样作画？因为我们这个餐厅啊，它本来是有一点暗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在上面画画，这样吃饭就可以多吃2碗哦。所以这整个餐厅里面有好多的图画，那你们都是怎么想这些画画的主题呀？我们就是把我们眼睛看到的画出来啊，像是有这边的原住民啊，然后还有山猪，还有蝴蝶、鸟、河流、蕨类。 花草，森林，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在梅峰这里看到的一切的主题，都是这里的解说员真是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哎，要会解说，会打扫，会手工艺，还要会画画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啊，要先画这个对不对？对。要先画里面的颜色，对吧？可是。 你要不要等我画完？可是这样会不会很难画？不要了，然后的前面。好啊。好啊。这里是那个。香蕉哥哥，你不要再玩了啦！我们最后的终极大考验来了啦！ 两位，我们待会想借由这个游戏啊，然后来看看你们这2天有没有好好认真学习哦。好，是森林老师。这叫做梅峰大富翁。然后每一格呢有不同的指示，你们走到那一格的时候呢，就要照上面的指示去做哦。好，我们会。然后呢，就分组开始吧。好。好，你们是第一组，我们是第二组，他们是第三组。好，骰子在这里。4边。1、2、3。 命运，翻一张牌吧。哎呦！90°大路中段，请锯断2根木头才能通过。耶！想不到第一组就花了那么多时间嘞。哎，换我们了，好紧张啊！大团里边。3。 真的是3。是这个吗？1、2、3。梅峰之所以叫做梅峰，是因为我会。你说。因为这里没有风。就是我觉得会想做这样工作，其实是大自然曾经给了我感动，所以我想把那样的感动分享给更多人，也希望。 有我们这些解说员可以带给他们不同的想法，说哦，原来其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而不一定是要赚大钱，然后都没有时间过生活。山给我的东西太多了，可是我给山的东西太少。喜欢一个东西啊，或者是喜欢一个人，或者是喜欢这个环境啊，不能只有喜欢而已，喜欢一个东西要保护它。 还是让他更多的面对他知道。嗯，对啊。啊，香蕉哥哥，我跟你说哦，这2天我有满满的收获哦。大头，你有什么收获啊？嗯，你听听看呢。嗯，我认识了很多菇，很多鸟，很多昆虫，很多的星星，很多，哎呦，很多到说不完了啦。 最重要的啊，是我们学会尊重大自然，还有爱护大自然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决定要送1首歌给解说员哥哥姐姐们，你来帮我合音呢。没问题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路上野花香，花儿香。后天气。 拨开梅峰的云雾，暖暖的阳光洒在地上，空气中弥漫着青草香，仿佛身在世外桃源之中。虽然只有几天的相处，我却已经被这几位充满热血的解说员同化，学会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，把大自然的奥妙看个透彻。在这里，没有霓虹招牌的闪烁亮丽，却有满天的星星布满夜空；在这里，没有电动玩具的刺激游戏，却有美风大富翁让你走进自然。一只小虫，一棵小树，都足以让解说员们眼睛发亮。看到几十只五色鸟驻足飞翔，更让他们发出惊呼。我感觉到，原来最平时的幸福，来自于最纯真的生活。解说员们像是森林里的小精灵，把一本厚厚的自然课本变成有趣的照片，变成好玩的游戏，简单却又深入的介绍给大家。我想大声的说，生态解说达人，请你们继续用热情把大自然的美好介绍给更多人认识，一起加油吧！梅峰解说团队，好啦，等一下，没力气，力气讲好了，吓到，还好还没滚，大声的哦，好，预备，梅峰解说团队，耶，走喽！没有很聪明耶，你看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安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